大家晚安，我是吴界。那今天呢，要来继续实况，大家一起阅读《空气二》。那今天呢，就要来把这个游戏做一个完结哦。它总共有100题哦。那第51题，你同事最近订婚了，他今天办的、字每次都好快哦，这要干嘛？找个位置坐吗？因为我刚刚没有看到最后一行字，我不知道要干什么。第52题，女士先生们，请起立迎接新人。怎么站起来？哦，有了有，刚不小心又坐回去。有时候不是不会读空气，是不知道要按哪个。这个应该是无名指吧，好想试看看，把它戴在尾戒上面防小人。第54题，在干嘛？哦，撒花，这个简单啦、啊。一连串的结婚题耶，像55应该也是吧。有捧花的意思吗？我都没有动，你还是直接丢到我这边来，所以我刚应该 要努力闪，就是了，勉强可以。对不起啊，你们的捧花在我手上。第56题，哦，学骑脚踏车，别放手，绝对不要放手。你这样子讲，当然是更想放手啊！啊，好了好了，赶快救他一下，还是要适时的放手，让他学一下啊。第57题，暑假来了，准备放暑假咯。这怎样？上司跟部下他们假都排好了，这样我不就只能休星期四？什么东西啊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天哪，这样我会过劳吧。第58题，跟穿纯白服饰的女性吃饭，那就吃法国菜吧，咖喱乌龙面应该会沾到。第59题，这是什么？哦， eShop 在大特价是吗？哦，当然要买阅读空气啊。好，看在这个游戏的面子上，我们就只买这一款了，其他我们就不买了。白雪公主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啊啊！应该把头撇开的，这个王子长得太奇怪了，还会飞。巧言令色哦，还不错还不错。第61题，他怎么突然冒汗？哦，看起来是肚子痛要去上厕所是吧？不是，我是要站起来啊。不小心按到装睡，这么赶应该是突然肚子痛了。第62题，是怎样？烤肉？要闪那个烟就是了。不能提前闪了，我有按耶。一定要被呛到才可以躲就是。对啊，不能提前按，怎么会这样的？第63题，冷酒。我根本就不知道日本的这个倒酒是他们的礼仪是怎样，倒一半就好了。还是日本一定要倒满啊？不行了，好想睡哦，我要小睡一下。哦，调椅背的意思吗？在后面一点好了，这样子应该刚刚好了。好想试看看全部压下去哦。
第65题，今天是你健康检查的日子，首先是尿液检查，先把等一下先跟刚才那个酒的那一题是差不多吧？他刚才说装满嘛，那我们就把它装满吧。这样够满了吧？好好留一点点空隙，免得溢出来。有点糟糕，为什么？哪边不对？我会为了奶奶拿到足球比赛的票，剩三张。不对啊！哥哥太晚出现了啦，我根本就没有发现到啊，我还以为是我要去拍那个票，就这样。有人走进来，那我要干嘛？回头看他，感觉好像会被枪杀，不要看好了。第68题，这个蜻蜓，好啦好啦，就停在你手上，抓到了那个。动森那个叫什么绿腹什么体的，这个是向后走七步之类的吗？走三步，我偷走了一步，一好，然后真的是快枪手，太快了，我还没搞懂是按哪一个钮转身他就射了，这是怎样，龙猫吗？他肩膀湿掉了，那我是不是应该赶快对雨伞？这样应该是对的吧？嘿，没问题，我有读到空气。差强人意，这张图是表示说我刚刚其实应该看他一下的吗？第71题。和女朋友一起来看夜景，这看什么夜景啊？还有车震，什么东西？第72题，家里的人在找了，什么意思？要去谁那里吗？但是去年轻女孩那里啊，香。第73题，一寸法师。原本故事是不是敲三下，一下，两下，好，再一下，变姚明了，可以啦，这个身高可以啦。第74题，我好像搞错座位了，跑错加油区，好尴尬。你会被打死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第75题，是什么波浪舞吗？这不是一代也有了？不太一样，不是波浪舞。这是 Michael Jackson 吗？耶、yeah! 真的，这是 Michael 丢帽子帅，没关系，我站中间，我是主角，这样还可以啊。换到这一边可以帅耶、yeah, ，华丽的退场，可以啦。刚才我是站 C 位的，动作跟别人不一样 ，OK 的，恰到好处。果然果然，这干嘛？留下来捡垃圾。我不懂我要干嘛，为什么要这样子横着走。第77题，
那个就是睡着了。就驾驶想要找话题聊，可是坐在副驾驶的人超困的。天哪，是不是应该保持清醒？要不然驾驶也跟着睡着的话，就糟糕了。我们来过行人道吧。等我要演红绿灯了吗？我觉得这一题就是日本跟台湾的解法会不太一样，开始做中华冷面了。我不懂，我刚是要先让那些水滴完再丢进去吗？第八十题，有海龟耶，耶！妹妹突然穿着公主装了，海龟在下蛋。哎，那什么，浦岛太郎啊？怎么了？是不用这么勉强假装要欺负海龟，好不好？哎，不准敲他哦，不准敲他。这次五个问题有点糟糕，为什么？这边我刚刚应该要戴这个眼镜的意思吗？他刚刚的确是有些题目我都看不太懂。第八十一题，又要搬家了，书本，然后爸爸的影片，爸爸的影片给女生看到可能不太好，所以女生还是去搬那个书好了。这是怎样？老师写完黑板，为什么老师一直在换那个眼镜呢？而且这个是变成红珠了，这是怎样？那学生怎么上课？赶快让到旁边啊！前面那个人在干嘛？不怕死、欸？在台湾的话，他早就被撵过去了。第八十四题，一月、二月，那我要干嘛？哦，二月鬼要走了，是这样子吗？就过年的时候要撒豆子，是不是？作多端的箭头都被打下了地狱。哦，就有过一只蜘蛛，这个我知道，以前的国片有演过，那是港片吗？什么小活佛的耶、想要一起爬上来，然后蜘蛛丝就断掉了。大家冷静点，一次太多人爬，蜘蛛丝会断的、哦、真聪明、哦、超有说服力。所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，爬到顶端的人再叫下一个上去啊，真聪明，超有说服力。所以我当佛祖要不要把这根线剪断呢？算了，当作没看到好了。我记得原本的故事应该是就是丝断掉了又全部掉下去，恰到好处。有啦，我佛慈悲。第八十六题，摇起来，怎么摇？是这样子吗？怎么有点不太受控？哦，有这样子。我不懂这跟读空气到底有什么关系？第八十七题，我要干嘛？这该不会是要叫我坐电车痴汉吧？应该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好了。第八十八题，这干嘛？要杀球的意思吗？嘿，我要按哪一颗？这边啊，太早按了。把人家的头当球。第八十九题，想娶我女儿，得先过我这一关。三
二一，干嘛？所以我要往女生那边靠吗？欸，不是啊，为什么你躲到后面去？第九十题，百年难得一见。哦，这不是前几天发生的事吗？日环食嘛，对不对？哒哒哒，糟糕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控制。这不是读空气的问题啊，这是不好控制啊。过程更新，差强人意，对，就是这一边。为什么会躲到后面去啊？什么僵尸？哇，他按电梯的表情实在是非常的淡定啊。九十二。什么长颈鹿吃不到叶子？来，我帮你拉下来。长颈鹿是这样子侧弯的吗？第九十三题，配合节奏并踢起石头吧。啊，节奏天国吗？太快吗？好像太快。太难了啦。怎么突然玩起节奏天国了？哦，突然好想玩哦，好久没有玩节奏天国了。第九十四题，手动，这样子是有配合到吗？我也不懂。第九十五题，要开始咯。哦，跨年吗？耶 ，Happy New Year！ 我是不是太早按了？Happy New Year！ 这样才正常啊！应该前几秒大家就一直在欢呼了。耶！那么进下一首歌喽。耶！这样才对嘛？这样应该是有读到空气吧？从头嗨到尾，这次五个问题勉强可以。一定是这个节奏天国没有做好。第九十六题，什么？哦，他被追杀，赶快变红灯，最好啦，坏人最好会乖乖在那边等红灯，我才不信呢。第九十七题，按下按钮来拍手。お手を拝借。啊，怎么又这个？有动，我又被骗了。第九十八题，什么？我知道，我要趁鸟来的时候赶快伸出来给它。为什么有人类跑过来偷看？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好人的时候我就要停下来，好，赶快赶快赶快，来不及，来不及伸出来，我太慢了。第九十九题，恭喜各位毕业，在这里听班导讲话，今天是最后一次了，快速点名次就结束咯。被叫到的人要注意回话。八田佑希，好的。他为什么要翻好的啊？他应该是翻右吧。工作人员，这个名单我要自己帮他按就是了。原来八田佑希是导演，游戏设计洛河智章的样子。所以我还要左右移动才可以把那个字全部露出来给大家看，真困难。好的，特别感谢阅读空气二出版游戏工作人员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突然有一个好大的脸。不是吧？这个脸那么大，你还看着窗外，是我已经吓死。好，接下来班长喊口令，起立，敬礼，再会了。这样就剩最后一题一百题啦。第一百题，是我。
阿布阿布啊啊啊啊呀啊啊哈啊，怎样啊？我学会走路了，这是怎样？突然就学会了，可以买一台笔电吗？不行，啊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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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怎样？我要突然站起来给他们看吗？哎，啊，他站起来了，好厉害！你做得到，你做得到，还要站一次给他们看呢，真累。过程更新，勉强可以。第99题太长了哦，算总分了，我总共才拿到563分哦，也太低了吧。可是我好平均哦，我超平均的，阅读空气能力还不错，为人着想的人。好啦，那这次游戏就到这边了，不知道这样子玩下来大家感觉怎么样。我自己是觉得二代好像没有一代那么好玩，可能就是能出的题目也变少了吧，但我觉得还不错啦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啦，感谢大家收看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哦，那下次见啦，拜拜。